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洛杉矶 FC 时应 FC 达拉斯。周日上午，美职联有好戏上演，洛杉矶 FC 将在主场对阵 FC 达拉斯。作为卫冕冠军，洛杉矶 FC 实力强大，而且经济前二个主场全部获胜，是一级续主场出击，他们有能力击退对手。 洛杉矶 FC 上季展现出超强的竞争力，在常规赛就夺得西岸冠军。到了季后赛，他们也是继续高歌猛进，最终如愿夺得总冠军。球队今季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卫冕联赛冠军。今季踢了三轮，洛杉矶 FC 的表现没有令人失望，录得二胜一和的不败战绩。期间攻防俱佳，均场入二点三三球和仅失零点六七球，值得称赞。 更为重要的是，今季七个联赛入球，包括卡路士维拿和丹尼斯保安加等六名球员攻入，多点开花的攻击模式让对手难以设防。另外，洛杉矶 FC 最近三次联赛主场对阵 FC 达拉斯全部获胜，此番再次主场出击，洛杉矶 FC 依然有力全取三分。FC 达拉斯上季常规赛排在第三位，期间强悍的防守是他们的制胜法宝。 到了今季，虽然近期表现不错，但防守稳健度有所下滑，均场失球比上季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FC 达拉斯不善客战，上季常规赛十七场客场只赢下四场而已。今季首场面对实力远不如几队的温哥华白帽，FC 达拉斯都只能和对手打和。此番迎战卫冕冠军洛杉矶 FC，客军的确难有座位。 更何况，FC 达拉斯在双方六次交手中输足四场，劣势相当明显。由此可见，FC 达拉斯此行折戟在所难免。阵容方面，前锋泰利什戈因伤缺阵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